空白地方点一下。好，剩下三分钟，赶快画。瀑布图，对不起，叫断代图，断代图。然后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，我的横轴是不是年？各年，所以请勾进口日期二，它就放在轴这边。接下来，我假设想要去看，想要去看，就是各个，先看各个地区的变化，所以勾地区，值就是我们的值。好。我要讲这张图，这张图我们来去看，红色，红色就是你乍看之下，这张图有非常多学问在里面，有看到吗？红色是不是越来越大？就是亚洲的依赖，这没有问题吧？有没有看到这边2014年？我看到从这个地方第二直接降下来到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。倒数第三名，听得懂吗？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？这就是刚刚看到的中东，这样听得懂吗？然后这边是北美，直接从第三跑来到第二，然后中东从第二直接降到这地方，然后就一直在很后面了，可以吗？不是我们不需要石油，而是这边的那个贸易的关系发生变化，可不可以了解？这叫断代图。好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视觉化图表，对不对？好，